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先飞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先锋，好吗？今天呢，又是我拿好出场了啦。那今天其实我来的原因是因为这样的，我跟那个木水讲，我最近有个 date， 那个女孩子去约会，我叫她帮我照美一点，变成欧巴。那水跟我讲，她对我失望哦，绝望，她不想理到我，她一定是看死我身边哦，没有人可以帮我吗？是不是？你们真的以为拿拿我的朋友全部是拿拿呗 ？No， 最近我请了我一个欧巴的朋友过来呢。帮我化妆，化美美，Happy Ending， 来，事不宜迟，欢迎我的欧巴朋友，小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吗？来，请我们送马子。你平常的那个保养步骤是这样？保养？什么是保养？不是，是天生天养。什么是保养？跟我天生天养好不好？不，这样你都变坏了。今天保养过后就会变帅吗？保养过后不会变帅。等到保养过后，我会教你一些东西会变帅的，那就是化妆。屌咯，哥，我一条直男男子汉，我才不要化妆啊，娘呢？我就走 original。没有这样讲的，没有这样讲的。眼线、假睫毛，那种很立体的眉毛，很立体的鼻影，不一定化妆就是那样子的。想法错了，想法错了。可以有， okay, okay. 可以有很自然的化妆。这样我需要整容吗？暂时不需要了，把头换掉。算了。扎到了，扎到我还想讲，你会讲话就掉，背叛我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来保养。保养的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洗面奶。洗面奶，我介绍你这个，这个是我觉得平价又好用的一个东西啊。你可以看一看它的味道。但是也先声明啊，我不是专业的，可是我是分享我自己懂的东西，所以我的这一套方法不一定是对的啊。我怕等下我被骂。我拿了，我再去改换你哦。过后第二个呢，这个是一个，你像海胆这样，还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洗面奶，这个是洗脸的那个仪器，两个搭配一起用。是什么？你挤在这里。哦，挤在这边。哦。OK 喂。哇，好像太脸多了，喂。你就调你要的深度，按上次多一点，多一点。放下去吧，就这样放。所以你刚的那个奶放在多？哇，这个很爽啊，这个是每个部分洗。第一次洗脸呢？第二次哦。有些人的毛孔越来越大，是因为一直的有被伤害到，很爽哦。这也是要洗的，对，尤其是你重要的部位，对啊，出油的地方就是 T 字部位，就是你这里，这里叫 T 字，哦，鼻子还有鼻子这，尤其是这两边，那种黑头长多的地方，然后粉刺，我整个脸都白了哦，做爆我一单这样子。OK 啊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不要洗太久。我先洗一下，先去洗脸。我觉得女孩子可以买这个。所以感觉怎样？爽。你的脸白了一点，有吗？白了一点，干净了一点。我直接很肮脏，现在。没有很肮脏，就没有很白。好，下一步。OK， 下一个步骤呢，就是保养。保养，平价一点。你选，看你要用哪个。黑色，男人我们要黑。Chakra 99% on。然后我忘记讲一个东西，然后 before 这个呢，要用头呢收缩毛孔，然后把脸上的那个灰尘都抹掉。妈的，这个像煮菜油哦喂！然后往，总之涂的方向是往这里，往外，像鼻子是这样子，下往。所以要使用棉花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棉花可以把我们脸上的那种灰尘带走，然后再上那个保养品，然后用回刚我们这个仪器来给它导入那个保养品位置。到点每个部分啊，不用太多，不用太多。你可以 ，OK 啊，够。你刚你快洗手啊，你脸 dry， 这很像是我，不是脸 dry， 我人也 dry。还要开这样子啊？来回啊？往旁边的，看到你的脸，我的脸痒。真的痒？你看是想用的。等下洗手先，因为你涂料有点多。这个呢，我们需要等一个5分钟，我们等一等。5 minutes later。还没有？干净吗？干净。可是有一些比较，如果是
吸收到慢的地方啊，你跟它拍拍一下，因为有时你皮肤有某些部位咧，它如果是比较干的话，它吸收那个保养品会比较快。然后 after 这个步骤咧，防晒很重要。然后啊，对，就是轻轻压压啊，颈项也压压就 perfect。我其实不是要压颈项，我是因为痛了。我是真的睡不好，睡不好。OK， 这个步骤之后呢，就可以正式的开始，这样就要开始这个。哇，粉红色割裂喂。哇，也 sorry 啊，也是粉红色。坦然子弹，哪里讲义务？然后你就拿这个东西，就这样的轻拍，轻拍一点点就好。因为讲真的，男生不能用多，不是讲压多多涂多多这样子。嗯，所以你如果你压到多的话，你分去其他的重要部位啦。你要压的地方是压这种红的地方啊，痘痘啊，眼圈啊，眼睛啊，一点点好。啊，轻轻就好啊。Ready，Go。太多了。你拍额头先再搞定下面，这一个可以用很久。哎，这边红红啊，你就轻轻拍，你就这样子一只手指拿上来，先压压。你可以去加强你腰的那个部位。你可能会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哦，拿你觉得再拿多一点，你的脸就会均匀。可是现在你要分散它就好了。哇，直接盖完了，妈早出手就好了你。嗯，有一天我做好 Worldwide Superstar 的时候，就有人帮我化妆了。这个，那已经看上去完了。哇，自己看到自己都爱上我自己了。然后那忧郁的眼神。哇，滑滑有滑有滑，哦哟，哇，哎，不见完了，刚才那个，你毛弄掉了哎。亮亮，而且亮，等等还有一个。哎，这边大力，哇！水饺我是哪啦？这个是马来的。哇哇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！哎呦，那这样就搞定了，搞定了。这个之后我们到了眉毛，眉毛，这个男生画什么眉毛？眉毛是韩国人必备的，我选颜色选的，大概是 dark brown 吧。画有没有什么技巧？哦，不要太大力，轻轻，然后就这样子，你要补那些洞洞啦，你就跟着你喜欢的眉形，你先描一个形状出来子。所以啊 ，after that 啊，你就 brush 你的眉头，整条眉啦，就这样 brush， 就给它顺，它就不会像刚刚这样子一搞一搞一搞的，你。后面一定要比前面高，补这里的，轻轻，我很年初，调一下，后面刷前后，就是要把那个你画的东西弄到不要那么死吧。这边是长的吗？这边短的。第一次哦 ，OK 的，对，你的长度 OK 的， okay 啊、我的长度当然 OK 了，屌，大夫，雪令鼻子。啊，对，我要搞，我要好像那个，我要好像欧巴这样，像那样子高。先 highlight highlight 是怎么样？你要做有空的，你入一点在这里，鼻子这里跟这里转一个圈，转一个圈，一直转，这里吧，烧起来，一点点，哦，有看到了，感觉好像立体的一个 point， 很挺 ，OK， 然后下一步，这个要怎么用？这个是三个色的哦。OK， 这里这样子转一个圈，轻轻的压压啦，然后在这里再转一个圈。然后我是懒惰嘛，我是在这里弄均匀，这样烧一烧。这不是你镜子来的吗？OK， 就是这样子，左右吗？是不是？左右。然后你这个 brush 有长度，你有长度，你可以控制嘛？你就自己这样啊。你懂吗？懂。你懂？应该会吧。一点点啊，对。OK， 好了，就这样一点点，就在鼻头的这一塞，跟这里就可以了。
你看到吗？当你遇到光的时候，你的鼻子会亮亮发光，就感觉你的鼻头好像是欧巴这样，那个明显全部的鼻头都亮亮挺的。OK， 有这边还是有一粒粒耶，哪里？对的，楼点轻，你点点不见。你要轻轻的，你可能如果现在有这样的旁边红红的，问题是你要用你的尾指还是什么指啊，去一点点 blend 开的。你的不见，对，不见，不见，哇，这个可以，好，来，拍摄任何东西你就可以加了。总之在我这里，我是觉得，简单，我就上一样粒两样东西，上在脸上上越多东西吧。哇，刚才我随便摇摇，没有注意看，现在我盯盯看，好像真的是有很大差别哦。精神一点啊。哦，我的脸滑掉哦，比 Fashion Boy 更滑哎喂。干你啊！哦 ，K 出界了。哇！其实我觉得，为什么我讲平价的化妆品也可以用呢？今天你的一张脸不代表就是你用越贵的产品，你的脸就可以越画到越好，不是这样子讲的。最重要的就是护肤保养保养的好啦，就是不管你用什么产品，你都可以把它画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就可以了。那去约会是整个 package 嘛？不过我化了妆，穿得不好看的嘛，是这个时候我的战服就要上场了吧？去约会当然是要穿 MMM Studio 还有 Beauty Store 的联名款吧？来看这些模特啊，真是帅到不要不要的吧？你看他背后那个图，这边有两个手指，就好像我的手还有他的手手牵手，会哟、哦，他一定 catch 到我这个 message 的吧？哎。大神，如果觉得我太过花俏，想要低调点，没关系，我还可以穿上这一件联名款的 Squat T 吧，靠前面这个 Bar Slash Bar 嘛，随随便便都帅到你怕吧。这样子约会，恐高峰成功，恐高峰会有 Happy Ending 的吗？小江，天生丽质，就像是你的脸妹。所以讲，直男不化妆，一化女生慌，因为怕你男友变弯。你只想到这种。刚刚想到了，所以今天我们用的这些产品，都可以在我们的干爹的网站上面买到 www.beautyshop.com， 然后双十一就有 promo， 大家快点上去他的网站看，直接把它买够完它清空啊！然后呢，我这一次叫 Fashion Boy 给我他跟 Beauty Shop Collab 皮肤，要不要给到我吗？我现在拿到了，哎呦！Limited Edition 的喂，那现在就可以在的网站上面买得到了吧？好，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就到此为止了。所以我们讲出了一行，讲了没？以黑的嘛，像我的朋友 brother 只有以黑。来，跟大家讲怎么样找到你？哦，你们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WXL， 哇，机灵啊 ，WXL， 叫我叫我 LLH 啊。啊，我现在暂时还没有开 account， 还没有开钱呢。所以这个钱呢不是我的，不用 like， 不用 share， comment 就拉拉好 win 高层，这样就好了， OK， 下次见，拜拜，收工，谢谢我的哥呀 ，WYX，WXL。